狗狗可以吃冰棍吗？狗狗可以吃冰棍，但不建议吃，因为狗狗的肠胃比较脆弱，而冰棍是一种极为寒凉的食物，容易刺激狗狗的肠胃。狗狗吃多了以后很容易出现腹泻或呕吐，并且冰棍还含有大量的糖分和防腐剂，对于狗狗的脏器会造成一定的负担，长期喂食也会导致狗狗发胖。另外最需要注意的是，部分冰棍含有巧克力成分，狗狗是一定不能吃的，否则容易导致中毒。